彰化县政府建军活动，十号下晡伫县府民政处长罗智富甲彰化军人服务站长刘奋成等等一行人，陪同县长王惠美前往海巡署第41化巡队甲彰化杂集队，受到部队的官兵热情的欢迎。那要谢谢他们长期以来对于我们的一些走私毒品等等的付出哦，可以说在源头上面就做了一个根主。那特别是我们四幺的这些弟兄也常常哦配合着地方的一些活动啊，也常常都有在做出勤哦。那利用这个机会特别来谢谢他们，那举民合作一起为我们这个民众兼顾一个安全的一个守护啊，一起为我们美好彰化希望城市大家一起来努力。王馆长赠送加菜金加馆产优质葡萄，感谢国军捍卫国土，协助地方防救灾，以及对彰化县级伫营内做兵的子弟照顾，毋忘军警民合作，做伙守护民众的安全，共同为美好彰化希望城市打拼。公益频道柯伟丁陆港采访报道，关怀电台台语配音。